拥有它就好像有一种魔法，原本就好像在下雨，总是湿湿冷冷的，可是只要它一出现，雨就会停，天气就会变晴朗。我爱拥有，我希望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守护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。让我们继续把这个故事说下去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幸福最晴天。